44届金穗奖在11日盛大举办。虽然典礼前一天首次担任评审的林柏宏突然宣布自己因为先前确诊，目前还在自主健康管理的阶段，所以无法亲临现场，很是遗憾。不过今天来的颁奖嘉宾还是让典礼整个星光满满。CP 再度合体，粉丝看了是超级嗨。不过有人可是要吃醋了。请问你一下，你觉得拍电影辛苦，还是跟陈柏霖去极岛森林录影辛苦？为什么我是你情敌？因为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很久了。老板好，我从刚刚开场到现在的表现还可以吗？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对，非常厉害。那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等一下典礼圆满结束，而且我表现得还不错的话，你会不会带我去庆功宴？庆功宴？当然不会啊。是单独吗？你想单独吗？我希望贵人妹不要去。王静这次现身典礼，可是她被曝和宋博伟分手后的首次露面。她坦言自己的确已经单身好一阵子，但对于宋博伟，她依旧不愿承认恋情，强调都是大家一直乱点鸳鸯谱。